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兔。今天是2021年的4月10号，现在我就在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最著名的金字塔奇查一奇奇奇没错，最著名的金字塔奇琴伊扎，最著名的金字塔奇琴伊扎金字塔的出口外。然后在奇琴伊扎这个地方呢，虽然它是有市中心的，但是它的公交车站就是在它出口这里。一个不像公交车站的巴士总站，所有到坎昆、图鲁姆、梅里达各个酒店的车都可以在这里坐的，所以不必去乘坐非常贵的 taxi。 如果说人多的话倒可以拼一下，一个人的话就在这棵大树下等等这种便宜的公共交通。现在是4:02，那么就一个 oriental 的这样一个橙色的大巴会带你们回到坎昆，在3:30左右也有这个 Oriental 的一个大巴带你回到梅里达，还有另外一个公司的大巴也到梅里达的。所以如果说你是从梅里达来到这里逛奇琴伊查，那其他班次我不知道，奇琴伊查的大门关闭时间是4:00，所以你最好是在3:30之前或者正正好好那个时间到这里来等车，就可以顺利回到梅里达。如果是到坎昆的话，就在3:40左右到这里来等，而图鲁姆的车会更慢。图鲁姆的车呢，我们是4:05的，可能要延迟到4:30。昨天我在这里等的时候呢，也有一群人也是要到图鲁姆，他们的车也晚点了。我走的时候是要到5:00，车子都没有来。所以大家记住这个地方了，跟其他地方的巴士总站是不一样的。千呼万唤始出来，终于到了图鲁姆的车。中途坎昆的车、梅里达的车都来了2趟，图鲁姆的车又迟到了22分钟，现在是4:29，我们是4:07的车，都在等这个红色的 ADO。 大家不要担心，这里有一个工作人员，每辆车来呢他就会到这一个树下这个等候区来提示大家到哪里的车来了，到哪里的车来了，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去问那个工作人员，就耐心的等候，车子总会来的。去我的老地方玛雅莫西最繁荣的地方之一图鲁姆。熟悉的地方，图鲁姆的 ADO 大巴站，我又回来了。现在是4月10号晚上的7:30，我们是4:30出发的，那用了3个小时，大巴16分钟就3个小时。从奇琴伊查到图鲁姆的 ADO 一等票是246比索，折合人民币大概75块钱左右。熟悉的地方，上次来的时候是烈日炎炎。这次来的时候是傍晚，依然是没有 Uber 和滴滴的，现在只能在街边拦车。然后我的行李箱已经坏掉了，像这种东西第二次坏掉就没有办法再修了，所以等到再次到美国的时候我再去换一个新的吧，希望再能撑过这数月的时间。上的7:59到了我第二次回到图鲁姆所住的，这次选了 Airbnb。这里比较远离市区，是一片公寓区，但是非常非常的精致，非常非常的小资的一个住宅区，这里面都是公寓。看看它的门就比较有特色，这种百叶窗式的门，进来就全部都是热带植物，2层，非常图鲁姆的茅草顶盖。这是他们的前台，再往前面走就是一楼的一个走廊，这两边都是可供出租的房间。哇，这里是他们的泳池休息区，这个就是我们的房间了。这里有一些玛雅图腾的装饰圆盘在上面，这个墙壁也像是白色的石块，
拼接而成的。现在就进去看看房间到底是怎么样的。哇，打开它的厨房和卧室、就餐区都是连在一起的。左边是一个桌子，没有椅子，冰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这边是厨房，三个煎锅，大中小，电炉，咖啡机，菜板，洗衣液，水池，下面是个垃圾桶，床头柜，双人床，上面有一个玛雅的装饰品。这边是一个餐台，虽然小小的，但是很别致，一个凳子，一个椅子，两套餐具齐全的。这里是一个沙发，电视，窗帘拉开就是泳池。这个床还挺舒服的。再往前面走，哦，换衣区，这是什么啊？什么都没有。橱柜，挂衣服的。再往里面走，浴室，洗漱台，浴巾，脏衣篓，这里是洗发水和沐浴露，三卷纸巾，大大的洗漱镜，马桶，干净的。这就是我二探图鲁姆所住的地方了。但这里呢，离市中心还有那么一点远，有点荒凉，所以晚上也不敢太晚出去买东西。价格288元一晚上，我和我的新朋友一起分摊。一个人住的话，对于我来说是比较贵的，我可能就不会选择。但是跟朋友一起住，住在这样子的比较小资的地方，也算是度假的一种享受吧。那现在就出去寻觅吃的去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